不要闪！对，不管是你姐，还是我的家人，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发展。我也不想让他们失望，所以就觉得我们可以先试试看，了解一下彼此。是啦，我姐哦，她真的逼我逼得很紧。我想我们是应该先试试看，了解一下彼此。 是啊，方便拍张照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小，哎，不行啊，你这死亡角度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哦，高一点是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3、2、1，谢谢。不会，接下来呢？我们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有查了几个地方，也做了一些笔记。哦，那么慎重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嗯，书店、国父纪念馆。 台湾大学、中正纪念堂都没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吗？不是啊，吴大哥，你确定我们两个是出来约会的吗？现在连国高中生都不会去这种地方了啦，年轻人没有人这样玩的啦。那年轻人现在都去哪里玩了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来安排，跟着我。吴大哥，跟我来。 吴子良，他在农会上班，你是农夫，哎，我们很失礼，人家总干事当官的。干杯！来来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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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小规矩，介绍罚3杯。OK 没关系，你们跳，你们跳。好，等一下，包包马上退票，可以没问题。OK，你们先跳。好，那也先不要。没问题。真的好热。当官的朋友已经变垂直的风了。哇，睡着了？怎么会睡着了吧？这么吵，有人来这边睡。好巧，我练过一遍。怎么吵成这样？Play me, pl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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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
较正常。啊，真的禁不住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在里面睡着。你不用跟我道歉啦，看得出问题比较重要。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两个的兴趣爱好、生活步调完全不同。李大哥，我们两个真的超级不适合的哎。哎，两个人之间啊，要是有火花，那种感觉是很明显的。我讲不完的话题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其实我知道我们两个并不合适。既然知道我们两个不合适，你干嘛还约我？因为我爸妈一直逼我上心，我就真的很不想去，所以就拿你当挡箭牌。秦慧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哎呦，吴大哥，没事啦，你不用跟我道歉啊。你请坐。我跟你说啦，我觉得你应该去相亲。虽然说我对你是无感，但是你的条件其实很好啊。如果去相亲的话，应该可以遇到不错的对象。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。你喜欢的是我姐吧？Look at my eyes， 不要闪。对，我喜欢的是你姐。TV 电视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家有喜事。